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这视频我们来测试一下 GPT Win 4 6800U 掌机的《巫师3》次世代版的游戏测试。看看你们在我面前饥肠。看一下画面设置。默认是高画质。毛发技术干预。阴影中，树叶中，草丛密度中，现在都是高。显示是 720p 全屏。原来猎魔人在威尔的联络人是皇帝的间谍 Hendrik， 他隐姓埋名，潜伏在那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，为的就是收集关于 Ciri 的情报。然而 Geralt 还是来迟了一步，狂猎先找到了 Hendrik， 猎魔人在间谍的尸体上一无所获，好在妖灵骑士没能找到他的笔迹。猎魔人从上面得知 Ciri 成了当地军阀血腥男爵的座上宾，还跟一个女巫起了争执。别着急，
冲啊，萝卜！再快点，下去。